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20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还是接着跟大家做 Steven Silas 第86号编号第一款的 Audible Jazz， 它是博派的副官。不过呢，在 G1 的大电影呢，它有稍微亮相一下哦，被抓了。那今天看到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卡的话，是他们那个月球基地，这个应该是在破坏之前被破坏之前的一个最后一幕了啊。那么呢，其实经过大电影之后啊，到了 G1 的第三季，爵士呢几乎就没有他的戏份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情况的话呢，在很多的角色身上呢都是一样的啊。原因也很简单啊，这个玩具公司呢为了卖新的玩具呢，把一些旧的人物呢做了一个，就是也不是让他死亡啊，就是让他呢消失掉啊。不管怎么样呢，爵士呢在 G1 里头呢是运气是比较好的啊。只是让他呢没有戏份而已啊，不像有一些角色啊，像是这个铁皮啊，或是这个大汉啊，是直接让他们在大电影里头呢直接挂掉啊。那么爵士呢，反正是在真人电影第一集就挂了啊，这蛮奇怪的一个遭遇啊。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初开始呢对它期待度比较高啊，因为从这个公布的图来看的话，首先它有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正面，当然背面的话呢，这个背包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，收的非常的小啊。那有人说呢，没有翅膀啊，其实翅膀应该是 IDW 才有啊，在 G1 里头，爵士本来就是没有翅膀，但是呢，在 G1 里头，背包可能要再更小一些，所以呢，没有翅膀这一块呢，我认为并不是一个问题，甚至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点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缺点也已经出现了啊，就是这个空洞，还有手掌内侧这一款玩具呢，拿到之后的话呢，感觉它非常的松啊，这个拿在手上的质感呢，大概跟之前那个天元之力啊、至尊神力的那个玩具的时期。那个时期的玩具差不多啊，就质感度呢是强烈的下降啊。那么呢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这一侧的膝盖的话还特别的偏软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的话呢，这个膝盖的这个问题呢，从这个最近几款玩具都经常发生啊。但是呢，球形关节倒是没怎么使用啊，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前后啊搓动的一个关节，这里还有做一个过渡。那么呢，在这个髋部这个地方也并非是球关啊，这个地方是稍微稍感欣慰啊。但同样的问题还是出在膝盖啊，它这个膝盖的话呢，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凸跟凹的一个结合。但是呢，这个把玩的时候呢，你必须时常把握去把它给捏住，要不然就会有一个松开的感觉。脚的话呢，也有一个接地，然后呢，这个银漆的使用呢是还算大方吧啊，这个颈部还有这个腹部这一带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就背包的话呢，扣的话呢，下方处是没有得扣的啊，它靠的是上方处这两个凸啊，卡进去这个洞里头去。那原则上呢，把玩的时候也是不太会掉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拳头不能转，它只有一个往内收的功能，腰身是可以转动的啊。然后面雕的话呢，帅归帅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帅的程度呢，就是颜值担博派的这个颜值担当啊。但是脸部呢，就这个银漆上的感觉，好像是档次稍微低了一点啊。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油啊？好像这个化妆的时候，这个妆底啊，浮粉的感觉啊。这个anyway， 这个质感稍稍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硬的一个好了啊。在人形呢，帅还是一句话，帅归帅了啊，但是实际上拿在手上真的是偏轻啊，真的是偏轻。这个如果说不是很喜欢 Jazz 的话呢，这一款还是等它特价之后的话呢，再来入手，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心甘情愿一点啊，就价格再低一点就行了啊。当然也不是说它有多差了啊。那我们这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了啊，就一边聊着一边就可以把它变形完了。这个脚的话就往上搓啊，这个变形都是非常直观的，两腿中间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。虽然它是中间有一个奇怪特殊的角度，但它确实是这样变就行了。再来，我们把背包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往上翻就行了，然后呢将这两侧翻出来，以及内部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透明部件，它是在透明部件上面呢去上一个白色的一个漆啊。那这个地方翻出来的时候呢，要利用一点点塑胶的韧性啊，往外搓一下就行了。再来呢，从这个地方往外抠出来，看到吗？这里是两个银色的凸扣进上面这个缝里头去，把它整个的往上翻。记得的话呢，是把它整个的呢往前面，尽量的去把它全部翻出去。全部翻出去的情况下呢，把这个部件先往内推，再把头是从这里往下翻下去啊，往下翻下去，彻底的翻过去。以及把这一块银色的部件呢做一个前后180度的一个翻转，我们只要翻转银色部件就好了啊，这个翻这一块就行了。
这样一来的话呢，这里的空间呢就能够腾出来收纳我们的手臂了。再来把这块部件往上面推上去，把这个车子这个前面这个缝隙给填满，再来就非常简单了，也是非常经典，许多的这个博派的这个成员都是这样子变形的。记得把这个凸啊给留到外侧来，这里是一样的，往内翻进去啊，那记得把这个结合的这个凸啊，是记得把它给翻到这个外侧来，然后你就进行一个车顶盖的一个密合了，往前面压下来，后面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，在这个地方有两个黑色的凸，对这个水蓝色部件里头有两个凹，最后把这个门码给盖下去啊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结合，就把它给扣上去啊，这里。变形的话呢，可以说是好玩，也是行云流水，车形态呢也是挺漂亮的啊。那么呢，这一款呢虽然没有这个应该是保时捷吧 ，Porsche 吧，哎，保时捷吧，哎，还是哪一家？哎，反正呢就是没有车商授权，所以呢这个造型上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，不过原则上的这个形象还是有点像啊。那么这个号码，原本爵士应该是四号吧，好像因为版权的关系呢，硬是把它改成了14号。那至于为什么会侵权，这个我真的是不是很清楚啊。然后这一代，我觉得这一代的造型啊，这个弧形真的是很漂亮啊。车子这个水蓝色的透明部件，以及呢，哎，很久没有看到的这个上满银漆的这个轮框，这个车型的一个满意度还是比较高啊。后面呢，车子的一个尾部的话是感觉有点可惜，这个人的这个脚收纳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就是最蠢的一种收纳方式了啊，就是外挂在车子的一个顶部啊，即使你把它给拿掉的话呢，依然有一个空洞在上面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缺点。前方这个蓝色，前后的话是有点色差的，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好去说明的了啊。它的话呢啊，滚动性给各位看一下，非常好啊，非常非常非常优雅的一个滚动。那它的一个最大的毛病还是在于说人形下空洞过多，那玩具拿起来的话就感觉非常的轻啊，缺乏了一个高质感的玩具。不是说它有多差，而是呢这个价位的话呢，恐怕我认为是原价打五折以下呢来入的话呢，可能会觉得比较心甘情愿一点点了啊。但是呢它的一个车型还是比较漂亮的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